笑出。这张清秀脸蛋，资深影迷们一眼就能认出林青霞。导演杨立洲最新电影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，让一代玉女再现大荧幕。艳荣，谢谢你替我把内衣裤拿来，好不好？不拿，谁叫你忘记的？好吧，那我就光着身子出来了。你撒赖。这部《窗外》，林青霞的荧幕处女作，当年她才17岁，70年代演出琼瑶系列电影一炮而红，和秦汉、秦祥林、林凤娇二秦二林堪称爱情文艺片最佳男女主角。我没有忘记过你那时候的样子，不要再跟我捉迷藏了，你简直在虐待我。来来去难去，就是在的人世红尘，一颗红豆，我是一片云，轰动大街小巷的电影都少不了林青霞倩影。金马影后集演技美貌于一身，林青霞可是名副其实女神等级的大明星。我爱你，爱疯了你，你爱我吗？这还用问？你欺负人，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你占我便宜，我不要再理你。与二秦在多部电影中饰演情侣档，开启林青霞的黄金时代。当年在西门町被星探发掘的路人甲女孩，一登台就注定成为影坛东方不败。我叫一片云。一片云，是不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云？可能是。记者陈子芬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